小婷。小婷啊，小婷，你没事就好了啦。阿妈在家，啊，你家己身体吼，都要好好保重呢。啊，你要搁照顾那两个囡仔哦。阿妈，阿妈，恁头痛，甲我公司有出代志啊？恁是咧骗我对不？对不？啊？还是讲？我在喊面，我忘记大家拢在骗我公司要出代志，其实都是我在做迷茫，对不？佩佩，我的电话咧，给电话给我，我要看我室友打电话吧，万一来打电话找无我，就害啊！我小婷啦，小婷，小婷，你较冷静咧。我无激动，你卖管我，我手机啊啦。我今麦真正做乱咧，有做些代志我拢无印象啊，小婷。大家拢希望提供本来当保庇四小姐平安无代志，所以咱一定要有信心。我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的。啊，不过你嘛唔通忘记啊！你除了是四小姐心爱的人以外，嘛是小公主啊，佮有小王子的妈妈。为着这两个宝贝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，好不好？这是四瑶的日记本，四瑶特别那心情不好的时阵啊，拢会写伫日记店面，安尼得当释放她的压力。佩佩，我现在目睭有较疲劳啊，看字哦有较吃力，无，可袂当麻烦你念给我听。小婷，我总算是平安到非洲啊，搁袂好休困，营地挂咧，就一只到庄卡的村落去斗三工，家嘛有一堆龙凤胎的宝宝，家里的宝宝变大汉，我真正就想你。小婷，我今嘛等了一间餐厅，总算有休困的时间啊。店店家嘛有提拉米苏，也唔过全世界上好食的提拉米苏，也是江小婷提给我食迄个。我无代志啊！自从我听到那吃你的饱餐了，我就甲我家己讲，我爱坚强，死后绝对无代志的，一定会等下搞保平安，我爱坚强。只是讲。来开车的久，也是甲我无熟无识，也毋是即个无负责任的人啊。甲讲死后的，真正变到遮尼无情，一点仔消息都无要给我。我毋相信，我毋相信。表姐是一个遮尼好的人。伊个狗无可能是安尼，一定无代志，伊一定会倒转来，会有奇迹的。小婷，咱绝对袂当放弃希望，我会陪你，陪你做伙祷告，一直到表姐倒转来为止。是啦，小婷，所以咱大家一定要较坚强的，就参照佩佩讲的，我嘛相信
一定有奇迹的。小弟，我甲子琪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躯边，这段时间也会替你照顾宝宝，所以你不用烦恼哈。做医生一直是需要最爱身份跟天职，但是对奈吉利亚回来的时候他又要在台湾继续做医生救人，所以今天医生跑我一定要替他修好，好要替他保管好好。不需要，你答应我的第一条，把你自己平安带回来，所以你要快回来，阿拉伯我会做修理的，做修理小婷，咱吃饱了后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了后去逛街，好不好？最近环境大拍卖哦。唔免啊啦，你朋友敢是做无用的，你无用你的啊，唔免安尼半工陪我。也搁有啦，真麻烦你替我甲子琪转达一声，伊哦有哪唔免安尼要找理由来找我出门。我唔是迄个意思。我只是想要关心你啊！我知影恁的好意哦，我真感激。只是讲，我着真正无代志啊，你唔免烦恼啦。而且我会甲囡仔顾好势，做伙等太师要回来迄一天。等到是你，我较烦恼你甲柯展玉的代志敢处理好势啊？今仔日才收到法院的通知，过几天要拍官司啊。希望这次能顺利离婚，结束这场恶霸。那安尼，我就先预祝你成功。多谢你。你是在紧张啥？跟你无关系啦。想袂到，你嘛转型开始养查某啊，啊你嘛真会呢。方世耀一死，你就随厝别人。方世耀若是纠缠地下怎样，你一定会靠个就凄惨的。柯展玉，这杯水是要请你喝水的啦。水莫遐尼臭，遐尼歹，还阁有，阮世耀无死，真紧就会倒来。小婷，柯展玉，你若是搁动手，我就把影片做证据，告你伤害。佩佩，咱还未离婚呢，你哪会当替外人来对付家己的翁婿？亲像这款笨手，这毋是阮翁。你叫柯展玉啊！你无收到法院的通知要开庭哦，我已经叫律师把资料传好啊，我要跟你离婚，而且你一身五厘都提不着。小婷，咱走。